三月二日，杨紫琼、文咏珊、乐基儿及任达华等在中环置地广场出席时装旗舰店节目礼。久未在香港露面的杨紫琼，今天一身黑色套装现身。原来生活中的紫琼也是女性十足的哟。她透露，最近忙拍电视剧《星空奇遇记》，在剧中有不少动作戏，为了保持身形而每天都要做运动。为什么现在好像瘦了多一点点呢？就是因为它的礼服是很贴身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注意这件事。那我平常都做运动的，但是现在因为要再fit 一点点呢，就更加多一点运动。乐基儿最近被指在新加坡密婚，还当上小三。乐基儿闻言对此传闻当即做了否认。即係有一段時間有人打嚟問我，有啲媒介打嚟問我係咪真係去新加坡結婚？咁當然唔係咯，因為自己十年都冇去過新加坡咯。文咏珊与男朋友刚从日本旅游回来，至于今年可有结婚计划，她避重就轻说应该不会是这阵子的事，同时也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。应该是每一次去旅行应该都会给你们这么说吧，因为你们都太紧张我的婚姻大事了，所以你们就每一次都那么关心我，谢谢。